中队队长没了。明哥没了。他不在了，不就你说了算了吗？不是，我终于不用伺候他了。他怎么岁数那么大了，天天上厕所都得扶着去？这回你疼他。我正等待你，圣人六队队长的好消息。谢谢兄弟，拜拜。哎呦我天哪！大白，怎么了？哥没了，谁没你没了？我张哥不是死了？多大的事啊？就刚才，不是不是，超过六分钟了吗？没有，没超过六分钟。这个做心肺复苏还是可以缓过来的。我那个最高的成绩记录是8分钟，然后国际上是4分钟。生前至交好友于家伟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干嘛呢？这是打饭呢。打什么饭？不是他死了？对，死了啊！完了，饭票没。我有一个想让伦哥就是延续生命的一个办法，以体捐献。哎，匹可以。